余文乐、王唐云去年12月结婚，今年3月承认怀孕，5月10日当爸，刚好满1个月。中文名余初见。10日，余文乐在 ins 上晒儿子脚丫照庆满月，并配文：一个月回看六叔晒娃照片，最多的就是儿子的脚丫啦。初为人父的余文乐从宠妻狂魔变成晒娃狂魔，频频在社群网站上晒出儿子的腿。没想到 Cody 刚出生不到1个月就有一双大长腿，完美遗传名模妈妈及男神爸爸的优良基因。余文乐虽然从未曝光过儿子的正面，但感性的说道：能见你一面多远都值得。字里行间流露出满满的父爱，完全颠覆了过去硬汉的形象，让粉丝看了也非常感动，大赞他根本就是个超级奶爸。余文乐虽然从未曝光过儿子的正面，但几乎把儿子的各个部位都晒了一遍。先前他曾铺过一张裸身抱着宝宝的画面，照片中他轻轻抚着儿子，小心翼翼亲吻爱子的头。事实上，王唐云除了拥有靓丽的外形外，身高近168公分，身材比例非常好。过去以模特身份出道，也曾跨足戏剧圈，而余文乐的身高也有178公分，看来儿子完美遗传了两人的优良基因，同样也有一双大长腿。